家好，今天是2022年2月20日，今天来到纽约曼哈顿唐人街的万昌香港超级市场，来给大家拍一下物价。这新年已经结束了哈。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的香港超级市场，万昌香港超级市场，进去拍个物价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中国的农历新年已经过完了哈，今天来到香港超级市场，哎呀，看一下，哇，今天人很多呀。好，今天唐人街有游行啊，所以今天好多人呢。啊，好，一边拍一边往里面走。山竹是10.88元每元一磅，这个华润的柿饼是3.99元一盒。收银员都很忙碌啊。这边是蔬菜的区域了，羊豆角2.49元一磅。王子窟1.88元一磅，先看过去，上海菜1.29元一磅，奶油菜1.49元一磅 ，AA 菜是9.8元一磅，莴笋1.68元一磅，白萝卜7.9元一磅，韭黄他写的韭黄是3.99元一磅，这个鲜冬菇是3.88元一磅，白生花菜1.99元一磅，新鲜冬笋3.88元一磅，砧板栗1.99元一磅。花生，新鲜花生2.99元一磅。哇，这边还有甘蔗卖，甘蔗是2根3元。这芒果2个5元，水柿子5.49元一盒，番石榴2.99元一磅。这边白油桃3个4元，牛油果3个5元，黄色的火龙果4.99元一磅。秋月梨2个5.99元，韩国沙梨1个5.49元。不过这个梨子的个头很大呀。韩国的沙梨1盒是7.99元，韩国的黄金梨1盒也是7.99元。那中国蜜柚2.99元一磅，这个是中国的雪梨3个4元，新鲜的榴莲3.88元一磅。纽约的橙子按个卖3个3元，还有老外帅哥在华人超市买东西哈，你看这位帅哥，柑橘6.99元一袋哈，这个黄香蕉是6.9元一磅，蔬菜的价格，上海苗1.79元一磅，奶油苗1.99元一磅哈，哇，这边还有油菜苗是2.99元一磅，芥蓝苗是1.99元一磅，长白菜苗是1.99元一磅，哇，很新鲜的。师傅正在摆菜，芥蓝苗、长白菜苗和小茼蒿都是1.99元一磅哈。这个番薯叶是3.99元一磅，红苋菜苗3.99元一磅。这个是豆苗，价格稍微贵一点，是3.99元一磅。接着大豆苗3.99元一磅，菠菜每扎是9.9元，价格很便宜啊。新鲜的葱。3把是2元，一把的话8.9元。这个西洋菜每扎是9.9元。好，接着看，这个是菠菜1.79元一磅，小芥菜是1.49元一磅。啊，这个上海菜心你看，又亮又新鲜，绿油油的，才1.69元一磅。现在纽约的菜价不贵，朋友们，你看很多1块多的菜，你看这个长白菜，也才1磅1.49元嘛，对不对？看台湾白菜。2.49元一磅，娃娃菜多便宜啊，才1.49元一磅。看，在唐人街的这个香港超市，居然有1块钱以下一磅的菜。你看这个 A 菜9.8元一磅，朋友们。对面师傅说了，全纽约最便宜的 A 菜。你看这个奶油菜才1.49元一磅，那老人家都在买，看这位老人家都在买。这个上海菜每磅是1.29元，多新鲜啊！你看。绿油油的，这个是中国芹菜，是1.28元一磅。哦，韭菜花稍微贵一点，因为这个季节嘛，是7.99元一磅。大芥菜很便宜，才1.49元一磅，它非常新鲜。包饺子的韭菜2.99元一磅，白通菜每磅4.99元，青通菜4.99元一磅，中国的蒜苗炒腊肉4.99元一磅哈，山东的大葱4.99元一磅。这个盐须每扎是1.49元，唐人街香港超市的蒜头它是按磅卖，是2.99元一磅，有的超市它是
按一扎一扎的卖。这个玉米每一个是1块钱，三个2块5。十色的彩椒1块2毛8一磅。唐人街香港超市的服务员大叔非常的友好和热情。青豆角2块4毛9一磅，生菜2块9毛9一磅，扁豆3块9毛9一磅。看好多阿姨和美女来买菜。西芹每一扎1块6毛9。下面是土豆、白萝卜，白萝卜便宜啊，才9毛9一磅。长瓜是1块6毛9，西式黄瓜是1块4毛9一磅，天津小黄瓜是3块9毛9一磅。下面这个青萝卜是1块4毛9一磅，水瓜是1块2毛9一磅，小黄瓜是1块4毛9一磅。啊，合掌瓜便宜，才9毛9一磅。这个是青瓜是1块2毛9一磅，青木瓜1块2毛9一磅，这个毛瓜是1块6毛9一磅，波斯小黄瓜2块4毛9一磅，这个我们喊的丝瓜是1块9毛9一磅，苦瓜1块9毛9一磅，苦瓜烧肉拿来。下面是撇蓝，我们四川人喊的，这叫菜果，是1块4毛9一磅。看烧菜多便宜，才9毛9一磅。木薯1块4毛9一磅，红皮的番薯是1块4毛9一磅，哇，都很便宜。这椰子才便宜，1块5一个。加州的红薯7毛8一磅才。这个下面的红薯才9毛9一磅。小黄姜2块4毛9一磅。大淮参1块9毛8一磅。西兰花1块2毛8一磅。莲藕3块4毛9一磅。红萝卜7毛9一磅，紫色的椰菜1块4毛9一磅，这个才9毛9一磅，好便宜啊！红葱头2块4毛9这一袋，这个蒜头是2块9毛9一个，现在便宜了，去年疫情的时候卖到5块钱一扎大蒜，现在降价了。你看大叔在剔生姜，一点不漂亮的都把它去掉哈。顾客买到的都是你看这么漂亮的。唐人街香港超市的这些蔬菜啊，感觉比法拉盛的蔬菜还齐全，品种还多。你看唐人街香港超市的洋葱，它都有多少种，一种、两种、三种、四种，洋葱都有五种。在华人的超市，青椒这么新鲜的，你看1块2毛8一磅，红辣椒和彩椒都是1块9毛9一磅，这个牛角椒是3块9毛9一磅，墨西哥辣椒是2块9毛9一磅，这个比较辣，我觉得。墨西哥红椒是2块9毛9一磅，这个串番茄是1块9毛9一磅。下面是红土豆1块2毛9一磅，黄土豆是9毛9一磅，然后这个白土豆是1块9毛9一磅。好漂亮的西红柿啊，红彤彤的。唐人街超市有新鲜的白果哈，2块4毛9一袋。其他超市很少见到有卖的，啊，上面是卖菇的，是3块2毛多，2块6毛9这些菇，袋装王子菇2块9毛9，盒装王子菇1块9毛9，芦笋每磅是4块9毛9，这是日本的，淮参是7块9毛9一磅，这有海带。海带节3块9毛9一磅哈，香茅是4块9毛9一磅。唐人街的新鲜白玉菇2包3块钱，新鲜黄玉菇2块7毛9，海鲜菇2块7毛9。下面是红萝卜7毛9一磅，甜菜头才8毛8一磅，豆芽都卖完了，黄豆芽、绿豆芽都清空了。绿豆芽9毛9一磅，黄豆芽1块4毛9一磅。新鲜的灵芝菇2块9毛9一盒，下面新鲜的草菇是2块4毛9一盒。香港超市还有活杀的鱼卖哈，各种海鲜，海鲜就因人而异了哈。大家看，好多外族裔的朋友都在香港超市来购物，这边还有螃蟹呀，各种海鲜。还有各种咱们中国大陆进口的干货，一应俱全呢。
调味料也有啊，这里各种冷冻的水饺、包子、花卷。香港超市背景放的歌是叶倩文和林子祥的《选择》，都放的是老歌。嗯，刚才放的是刘德华的歌。嗯，喜欢听老歌的朋友可以来香港超市购物哈。这是各种面条了，饺子皮、云吞皮。新鲜的老鸡才6.99一只，红肉鲜橙3个，4块钱，好漂亮。纽约唐人街的香港超市非常的大，它是楼上楼下还有一层，今天就拍不完，今天就给大家拍纽约唐人街这个香港超市蔬菜和水果的价格，下一次再来拍他们家肉的价格和一些大陆进口的那些干杂呀调料品的价格，还有一些海鲜肉类的价格哈。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点赞关注转发，谢谢大家。